哎呦，太浓了。那你外公哪里去砍的香蕉？你好，是王姨在你外公那去砍的。说得好清楚，抬起来，抬起来。我砍呀，好不砍？不砍多的，我不敢不砍。那个抬一下噻。哎呀，快起来挂哟！我就怀疑那么烦了。你找我去啥子？本来找回来就找了，怎么忙了？想我都不来安你，哎，我都不想弄了。这儿就跟你老儿子一听冲着嘛，这儿起码是大半间的噻。那你去搬嘛，免得得。弄就停了，就扔到这儿，就在这儿了。扔到这儿有好烧吗？扔到这儿。妈姐，回来心头不是好安逸的吗？哎，煮几个安全扔到盒子里头，干板串快拿去磨去。要得。带点盐，买点丸子。好丸子了才够吃，得把这脆皮上盖好花刀。再来一张豆腐皮。妈儿，我切嘎嘎的时候我会给你吃。好硬的很，妈儿不能咬。要再切红藕，这片片切厚的点儿，土豆切成厚片儿，再切成条。我晚上就买点那个西兰花油来着哟。这菜叶叶那些摘的些你不要问我。挑粪要不要得嘛？挑粪要不得。青花露来你做不来，中花露来你挑不起。我还没干儿了，可能我吃干儿噻。耶，那个一个都蘑菇，你还雕个花吗？对，雕出来不好看吗？这东西你雕成那个样子，吃困的嘛，不熬的啊。又不是雕给你吃，你爱吃不吃？再整点素菜，然后荤素搭配吃。耽搁时间嘞，明明就可以弄个这点活着把肉去吃。你屋头弄来吃，你不是在那卖的？我弄又不是你弄。这种还叫你吃什么？我跟你说，那是掏得出来，哪觉得要掏你？这个毛衣切成薄片儿。这个毛毛不是来掏我，那是来跟你说，我要，我要，要齁死你哦！滚开！你才是公开呀，在面前我是吵得娇人的很。我说小女儿喜欢吃萝卜，尤其是你雕一下啥啥那些，她就吃心爱得很。你家把火烧起嘛，我是就在那儿站站站。她开始准备点料了，切点干海椒，再来点姜、蒜、葱，再来点火锅料。我烧那一道菜油，这鹌鹑蛋我还有。你不让开噻？你在那边待着。打到金黄就可以捞出来了。现在下入魔芋，把这魔芋炸下就捞出来。现在炸那个花菜跟萝卜、香菇，多炸一下。这花菜炸熟过后放豆腐皮，这豆腐皮差不多好久了，把这素菜要得了，把它捞出来了。最后放上土豆、藕皮儿，不要炸趴呀，一定要炸好，把要得了。最后再把这个丸子倒下去裹下油，这小娃儿呢，最先吃的就是这个脆皮肠，把它捞出来了。那锅里底油开始炒料了，来一把花椒，再放入姜、葱、蒜、干黑椒，再来点豆瓣，再来点火锅底料，炒香过后倒入配菜，再点盐，再点生抽、蚝油，再来几片味精。你好心的好在锅外头拿了我来呀。嗯，再加点葱葱。我是上油不看。上菜的话但是一门技术，稍微不合适我跟你说嘴巴都给你烫起泡。看把这样拿给你冻两下那个脆皮肠，这样给你冻烂呀。这样看你做的那个啥子。妈也没上着。来点香菜，来点点芝麻。好，回去拿去吃饭，我帮你送。再再歇一下来。
记不记着？啥也不记得。过来，把孩子冲干净。那是洗浴吧，好冲。妈呀，几斤鸡脚回来？那整个泡鸡脚，这几个小娃儿可能操得到一下午不？先把这个脚的指甲剪完了。你回来，你洗澡了啊？洗完了。你那天没喊我给你找衣裳啊？妈个找的。哎呀，哎呦，妈的孩子就是一块宝哦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鸡爪爪真是中午吃的啊？这中午是吃不成哟，我这个是来做泡椒鸡脚的，只有下午吃，泡都泡两个小时。你买好多鸡脚来泡？买呀，五斤多。这个不得，我炒好了噻。你的意思啥子嘛？你想滚了吗？我马上滚开。再把这个鸡脚呢，摘成两半。把这鸡脚煮起，再加点姜、葱、料酒，少加滴点的毛毛盐，花椒去腥，把勾一下，然后再等它煮起，再烧点水，熬点那个料汁，加点香叶、大料、桂皮、盐、花椒，加点老姜，然后等它这个香料熬出香味就可以了。这个鸡脚煮啊，有20来分钟了。要得了，再把它捞出来，放在这个凉水头，锅边凉水。要锅一边凉水，这个鸡脚的肉跟筋道，鸡脚里头的油飘起来，把它避下了。再把这个鸡脚锅凉水呢捞出来，好，再把这个脚汁呢凉的，准备配菜。这个料汁熬香了过后，就把火关了，等它冷的了，再准备切一个白萝卜，萝卜切成薄片儿。切三刀，然后再切一下，再切几根蒜头儿，再来个大红椒，萝卜、海椒这些不容易入味的，先放点盐，腌了一下，加点糖，去下它那个色水，这个萝卜的，再切点这小米辣，把切好的小米椒装在这盆盆头，再切点蒜，二荆条切成圈圈儿。在这个柠檬的米苗去了，要不然是苦的。再来点洋葱跟紫姜，这萝卜腌软了过后就要得了。再把这水加了，准备一个大点的盆盆泡鸡脚，把这些配料一下倒进去，再加入这个熬好的料汁儿，再来点白糖提味的，加点白醋。野生椒，再把这个鸡脚和住。好的，热了就放两三个小时，放在面头就可以吃了。包点超快点给我接到哈。来了来了，哎呀，真拿一盆盆吗？嗯，快跟点我们包小莫，来先出个手噻。好。好的。哎呀，哎。你就拿个盘子来捏吗？难得个拿盘子，就那种硬嘛，就是了嘛。啊，多点哈，苦点。好吃吗？嗯嗯。吃饭噻。对。他这个脚去玩还跑快点哈。啥抓到了别像你妈样子，干点啥子活动就抓就抓手的。我抓就抓手的嘛，你来噻。我更抓就抓手的，我是说的。还有下一句。泡鸡脚不是我一下半。这不是没有弄菜吗？就这个，这个就多下饭吃这个，这个酸菜少下饭嘛，这，哎，泡都泡到的就尝一尝。来，爸爸。捏柠檬不下饭，这柠檬好瓜，柠檬的，这柠檬都把我瓜子的，这个下饭那个开胃的，拿给你妈吃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你还是要给爸爸。不，这个就算的吃不下去。哎呀，你家的女儿想跟你一起吃嘞。这样子包多哎。你都没包过吃，我还吃这么大一包吗？慢慢啃哈。吃的。就好干！今天视频拍到这里，希望我视频能够关注、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！我是桃子姐。